来到台北偶戏馆 The Puppetry Art Center of Taipei with Charlene's class. 欢迎来到偶戏馆，我们今天要去偶戏馆。你们赶快去，快去！今天欢迎你们来到台北偶戏馆。那我们今天会做两项的活动，第一项是去二楼的博物馆区看展览品、听导览。那第二个活动呢，是去四楼的剧场看布袋戏的演出，看布袋戏的演出。你是铁扇公主哦。
面吗？太快，肚子会胀气吗？知道，胀一点都会做。你要去找纹身图，我知道我被纹身。来，看表演，他来表演，来，各位同学，请看我，看好，我现在转身好了，这手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转身都要慢慢来，我手。
来，拿到布袋戏的小朋友，请帮我把它这样。好玩吗？好玩。来，生好的小朋友举手。好，我放下。来，你们如果生好的话，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子，点点头，拍拍手。哎，点点头，拍拍手，不是这样子拍拍手哦，这样会拍死他的。哎，是这样子拍拍手啊。啊，不是，是这样子的拍拍手。好，简单的操作，然后再来呢，一百倍，跑啊！啊，首先布袋戏躺下，躺下来，好，一只脚帮我把它踢回，对，踢回，好，请把另外一只手呢压在他的脚中间，压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转过来，等一下呢，帮我把下面这只手拿开，上面这只手做上下拍球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上手先啊，上面的手要撑开，然后做上下拍球，不是前后哦，前后它会转不起来哦，是上下的。这样，妹妹。对，上下的。好，有谁不会的？我学是。来，来，注意。注意。好，第一题哦，开第二。这一种或者是免洗手用面具上的好可爱哦，就像那个皮影戏可以玩，就它图案都是同一个是吗？对，你们可以自己涂颜色上去。妹妹说拜拜，拜拜。妹妹，今天偶戏馆好玩吗？好玩。哎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分？看那个电影。看电影就不是有那个布偶戏哦、uh-huh. 你最喜欢布偶戏哦、uh-huh. What was it about? 就是一个人、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也蓝色，他们就是那个OK 又不是玩耍的。好啊，那下次还要不要来偶戏馆？要、yeah. 好，那就说拜拜拜拜。